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来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吼。来，耶稣的人生讲座第十讲，钱少人免行。你讲啊？老三，你再讲一摆，无唔对。耶稣的人生讲座第十讲吼，钱少人免行。你讲老三啊？借问手机几号来报一下吼？零九布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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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一定足些人讲。吼、哦，这个世间吼、哦，那每一个基督徒吼、哦，拢照耶稣的人生讲头去做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世间绝对和谐。但是这个世间吼、哦，大概这基督徒吼、哦，拢全变散车鬼，因为钱拢借了去啊。啊，这真正系解释一个哦，真系无解释吼，说无人敢来信基督教哩。因人老三讲个咧，老三讲基督教是咧讲钱少人免行哦。你若讲咱讲少钱免行吼，大家拢来信基督教吼，无、哦、基督教是咧讲。咱对咱底下提钱出来招人吼，啊，提去用就好啊，免行啊啦。靠，这个代志，耶稣讲说敢会通？哎哎，解释啊！人生讲座第十讲来讲到钱财管理的这种的情形吼，现代人的确有遐歹接受，因为现代人所想的并无真正的招，现代人想的迄叫做投资，迄叫做投资，因为我钱借你，甲你提利息，迄个叫做投资嘛。亲爱朋友，什么人给你借钱免利息？你给我讲，来，什么人借钱免利息？啊，阮翁给我借，吼，阮某给我借，阮囝给我借，阮母也给我借，吼，迄个免利息。哦，安尼你有影有效呢？哦，安尼恁爸恁母教育有成功呢？照我所了解啦，吼，即卖有个人吼，恁爸要给你借钱吼，利息照算，哈哈，有呢。迄有诶吼，咱囝要给你借钱吼，利息照算。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，是安怎？悲剧看伤济去啊！敢那剩投资尔，我、哦、这个钱我无借你，我放银行，人银行有利息给我呢。迄叫做投资，迄毋是叫做真正借人。耶稣人生讲座，耶稣讲，人伫世间总是有朋友，哦，朋友总是有无方便的时阵，哦，所以人较早古早一句话啦，讲朋友吼、哦、有通财。也一个义务就对啦，意思是讲，什么叫做朋友？啊，我最近都拄啊无方便，无先甲你借一个，连讲你若无方便，我往哪会借你？这个叫做朋友。但这都是发生太侪悲剧，太侪悲剧就是讲，啊，迄款朋友，朋友还朋友咧，咧食人无屁骨，拢全一挂朋友，都、就是真侪人把落朋友骗过钱，朋友甲借钱全无害。甲倒回啊！迄有诶是高不离三种，有诶较恶质，有诶条理高，你共倒回啊！这种故事拢发生过真侪真侪啦！啊，讲迄朋友朋友朋友，我一摆有一个人甲我讲，讲因家后边吼，佮家己佮加起啊，迄叫做违章建筑啦！啊，迄人会来拆啦！哦，啊，我就讲，但是我看你都，你我看你这个人做代志拢照步来咧。你看会去做这种违法的代志，哦，这是不是有故事啦？啊，伊讲，哎呀，哇，安尼你搞，哇，你阁真了解我，这有故事。这故事就是吼，当时我要去的时阵，政府是讲吼，咱要去哦，拢爱去申请，啊，甲政府请。啊，伊讲吼，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做这啦，做建筑的啦吼。啊，我就甲讲我要去，伊讲啊，我甲你去，这我甲你去。哦，你敢会晓？我来专门咧做这個，哦，啊，你也去政府申请嘛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啊，工程总包去啊，啊，厝啊去啊，去尔，伊就问讲，啊，你去安尼吼去申请无？讲啊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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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讲有啊，申请个证件无我看一下。伊讲吼，哎、哦，也无闲去摕呢。伊讲啊，无闲去摕，无闲我家己去摕啦。我免啦，我咧摕就好啦。结果，一个主人。家己去到主管的这个单位，吼、哦，地址报嘞，要请工，我阵我要我后壁家己要加去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申请迄、那个许可证啦，吼、哦，哎呀，迄唔知伫倒位，对方讲你等下我电脑拍一个资料变一个，无申请，讲唔安无，我朋友甲我讲有申请，讲都无咧，我遮都拢无收到，讲嘿奇怪，啊胖啥那是唔知倒位唔对啦吼、哦，我等下甲问一下，等问迄朋友讲，啊！你问我申请，伊讲有啊有啊有啊有，我拄仔去问，人讲无。
哎呦，其实不要紧啦，迄无差啦，迄有先生无，咱家大，毋是要租人，毋是要卖人，家己大无差啦。迄政府迄未来查啦，都恁啊厝边隔壁吼，莫甲你告吼，迄拢无代志啦，都人若莫去甲你检举吼，你就安心啊大，迄拢未安怎啦？亲爱朋友啊，会气无？会气无？气死啊！气死啊！所以叫朋友骗嘛。所以你若像我咧叫朋友骗，还佫牵涉到钱的代志，当然落尾人朋友要甲你借钱，你就不爱借伊嘛。所以耶稣讲的是啥物？耶稣讲的就是讲，这个世间有一种真可贵的情景，就是真正的朋友，袂甲你害的朋友，值得信任的朋友，会替你想的朋友。耶稣讲的朋友是啥物朋友呢？唔是讲啊钱来呀，钱来呀，钱借我吼，唔是。耶稣讲一句啊，讲吼，一个人若愿意为着伊个朋友舍弃伊个性命，讲世间无比这更加伟大的一个友情啊，真正了不起。为着朋友，我甘愿牺牲我家己，这是真正了不起，迄才是真正的朋友。所以耶稣一边就讲啊，那这款朋友啦，哦，两个人真心的交陪啦。伊若有需要甲你借的时阵，你讲吼，耶稣讲的哦，你若有假的钱通借伊啦，有假的钱通借伊吼，都唔免得一定爱人害啦，啊，因为吼，伊若甲你借钱吼，啊有一个压力讲啊，我唔知道当时要害伊吼，伊讲这吼伤感情啦。那若真正伊的朋友吼，那么无五万安尼，那是真正的朋友吼，那么该笑啊，我今日提用就好。无要紧，有才系我多，无咧赶紧。咱会记咧讲一句一句话。有人讲有哦，我就是拢讲安尼，阮爸嘛是拢讲安尼。啊，迄就是吼，伤过害怕啊。啊，有人我提起用就好啦，啊，提起用就好啦，我提起用就好啦。啊，叫人家动作攀啊。哦，足好诶，迄个借钱，迄借钱拢免用，安尼敢对？安尼唔对？安尼唔对？哦，耶稣讲讲咱钱借人免用，唔是安尼。唔是叫你讲钱提起伊啊，拢提去，拢唔免还。耶稣意思是讲，咱人甲人之间吼，有时阵咱若真正有困难的时阵吼，咱若拄啊有量有价，咱怎提起？哦，提起，你都唔免伫遐想伊有害无？即有两种情形，一种就是有一种人吼，伊是有价啦，我、哦、你两千借啊，两千借你，啊即马转去吼，就咧想啊，啊唔知两千当时要害我，有无？我是讲朋友无，有啦，有啦，啊，大家见面就讲，哎、欸，欠我两千哦，莫袂记咧，好，啊，一来一来，记咧记咧，有啊，这种情形，哎、欸，朋友在小欠债吼，咧欠这个钱的问题，这实在是足平常的代志呢，啊，常常咧伤感情，就是有一挂人吼，伊咧借人吼，拢硬讲讨，啊，你讲我甲讨，伊都甲伊甲借太我都应该，但是你这样咧就无意思啊嘛。你人若有能力害你，人自然人都害你嘛。你伫讨伫讨，你予人足无尊严的啦。因为讲无定，伊是即马无钱，啊伊歹势讲，伊讲啊歹势我无渣，啊你毋是变个讲白贼，对无？你毋是害着伊，你若朋友你害着伊咧讲白贼，毋通安尼嘛。啊另外一种，人都真正袂记的嘛。啊人真正袂记，你搁一直逼一直逼，人会感觉讲不舒服嘛，讲你来真无信任我，对无？所以吼，基督徒吼。借钱的原则就是安尼，哦，你若有人需要，你借伊。圣经讲一句话，讲那借好这善起来，就是借好耶和华。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形吼，那我老三建议用爱讨。什么情形呢？伊不是无钱，伊无扎，伊拄啊无扎，吼，无扎咱先甲倒出，吼，啊那个倒出吼。那个偷，我感觉很无要紧，因为迄不是真正借。因为耶稣讲出话是咧讲，对方善，对方无，爱无，伊来甲你借，咱何人咱唔通讲偷，阿无人有压力。哦，但是呐，对方那是有，是甲咱周转就对啦。哦，人是讲拄啊无渣吼，啊咱互伊一个方便，啊咱先来出一个吼，这个叫偷，这无要紧，因为这基本上无算真正来借啊。哦，所以这你也分得清楚，哦你也分得清楚，人甲人吼钱吼。愈清楚愈好啦。什么款钱是爱行，什么款钱唔免行吼？上好大家话讲较白的啦，啊，啊那唔免行的钱吼，
咱就爱讲讲啦，讲不紧啦，这吼，你以后你有得去讲啦，即马你都莫去想遐啦。咱若要招人，要帮就帮到底，吼、哦。咱若要招人，咱就莫甲吹。啊，你若无要甲吹，你就确定哦。你莫讲我即马我招你尔，等下我阁找老三，讲老三你招我，啊你乱去啊你，哦，唔通为着民主啦。咱若无，咱就认可你甲公布，讲我则不方便呢，啊无你看你甲别人小调一下，吼、哦。诶，人借钱的人都未歹势啊！咱在哄借钱的人，你咧歹势啥？这人有当个足奇怪吼、哦！伊咧甲咱借，应该是伊歹势咧。啊，煞是咱哄借人，咱家己煞咧歹势。我拄着足侪这种诶，吼、哦，迄面皮足薄足薄诶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讲借钱啦，面皮足厚足厚诶啦。安尼伊敢甲你借诶人吼，咱拢面皮拢足薄诶啦。咱敢若钱无摕出来借人，咱家己会歹势呢。咱钱无摕出来借人吼，咱感觉暗时倒去足歹困诶吼。我们这真正是吼。无必要啦，无必要。现在朋友，时代改变，真正时代改变，有春你才通招人。因为即摆这个商业的时代吼，钱的问题太复杂啊，所以耶稣是要甲咱讲的，就是讲，其实你也知影讲，你也甲什么款人交朋友，真正。你交的朋友是什么款的朋友？你交的朋友那是种真正的朋友，伊袂骗你的钱。足侪人讲朋友，讲朋友。那是为着要赚你的钱，迄家你底下咧哦，讲啊好兄弟啊好兄弟啊，迄拢目的个，迄拢目的。迄一摆咧个树搭，迄足苦，你知无？迄有诈骗集团吼，刚一个人骗一摆来讲，这个好骗，佮骗第二摆，佮骗第三摆，迄拢完全无良心的啦。迄家你惊讲是你的朋友吼，迄唔是真正的朋友啦。虽然吼，钱要借，爱借真正的朋友。啊！若真正讲无熟悉，你根本你当作伊乞食，伊来叫你当作伊来讨，那污染何伊？何伊卖阁想要讨倒转来？干脆啦！那耶稣咧讲的代志，拢是咧讲个足直接的啦。吼、哦！耶稣咧讲的物件，拢足实际啦。会记你啦，会记你啦。吼、哦！你若钱要借人，卖硬讲讨，卖暗时咧困了，阁想爱这当时的提篮鞋。吼、哦！啊，无我起来小步个写一下呢。吼、哦！也当写啦，但是唔通一直放喺心内啦，家己有压力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正经啦，即、這个无啥熟嘅朋友咧，甲咱借吼，你若无迄个财条无量嘅钱吼，你根本你卖借伊啦，而且你卖借伊啦。啊，你若知影对方是真正有需要，啊，你要借伊吼，你就怎啊，就好伊啦，都好伊较贵气啦。因为你若好伊袂甲讨吼，你袂艰苦咧。你若借伊无害你，你也艰苦，你讲卡呢？吼、哦，是不是？做人较简单嘅较好啦。啊，休息一下，等下了，咱继续分享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来。咱前半段咧讲，耶稣咧讲借钱这个代志足复杂的，尽量咱卖用个方法。我去实际咧，头一日咧是有一摆，我需要甲一个兄弟借钱吼，是因为迄阵我有办一个活动，办迄个活动办了吼，差不多要阁差现金差超十万吼。因为我是主办的单位，所以呢，我都爱伊，我都爱去借，啊，袂当去借啦，我去找钱啦。啊，去找钱，所以嗰阵我就找一个长辈，我知影讲伊嘅经济还佫会使，我咪知影讲伊也真支持即个有意义嘅活动。我去拜两人坐伫餐厅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讲吼，伊讲我想我是长辈，吼、哦，我应该有一个责任，爱甲你讲即个钱嘅代志。好、哦，啊，那阵咱二十几岁尔呢？较少年啊，哦，咱就足认真听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讲，我即摆只有一笔钱，好、哦，啊，你有这个需要吼、哦，我会当支持，但是我必须要互你知影，这条钱吼、哦，我本来嘛会当来支持另外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，吼、哦，但是因为即摆你讲你只有需要。所以我即马这个钱我全调对你家来去，但是你也会记哩，这个钱予你用去，其他的单位吼都无钱去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钱
爱害我无？伊讲，因为这毋是你个人啦吼，我袂甲你逼啦。伊讲，但是吼，你若有，你若害我，我会将这笔钱我用完，我拢是用伫其他的所在，拢有意义的代志就对啦。吼，啊，你若真正无，我原来袂硬硬甲你讨啦。所以你讲借，我唔敢讲借，因为我若讲是借，就是一定爱害。但是你讲我是好利，我是官，我嘛唔是官，因为官你就爱开一个吼手机给我，讲啊证明这是我官的嘛。讲我嘛唔是讲官利啦，吼、哦、啊你敢听有？啊我听有，我有了解。吼、哦，迄摆我学到一个足大的功课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哦，这个借这个借甲官之间有无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关系安尼，真巧妙。另外一摆。是，有一摆有一个人去找我，伊讲阿伯叔，我拄知影最近吼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，啊，伊最近手头较硬，因为伊有发生过代志，所以即摆伊是需要钱，唔知影你敢有安尼？其实，阮做牧师的人，阮本身个人的经济，迄拢真有限嘛，哦。但是，当你知影讲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需要的时阵，迄阵我家己就开始在想。我敢有才调提这个钱出来？哦，迄种我都照圣经讲的哦。我所以这就是讲耶稣的人生讲座咧讲的物件，拢我拢有咧遵守呢。所以我就咧想，咱敢真正我多这条钱？唔知咱两万啊三万啊？哦，这对足些人来讲，这无啥得；对我来讲是已经是大笔的钱啊。迄种我就咧想讲，这唔知咧吼，这唔知。唔是讲咱无啊，咱唔知有债条通退出去无？哦，如果咱若讲退出去，伊会害咱，安尼当然无要紧，这绝对非得钱都放喺银行里嘛，你都先提去用嘛，哦，啊，过些两个月才倒转来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两公安尼吼，啊，唔知伊，你敢知影讲，如果伊若退去，当时会行，我敢有方便小可知影一下。伊就讲，歹势，我这我足歹甲你讲诶。因为这算较紧急，哦，啊，这个代志过了，伊的经济是会变好，还是会愈歹？是讲这我唔知，哦，这我唔知，哦，啊，我只是讲，伊也无叫来甲你借啦，伊、哦、无啦，伊是讲咧问我啦，啊，问我我都拄啊无啦，哦，啊，我想想咧讲，问别人也无方便啦，哦，因为咱这钱的代志，你讲讲咧对人无尊重嘛，伊讲，但是因为你牧师嘛，哦，啊，我对牧师有信任嘛。所以我将伊的情形讲予你听啦，哦，啊，看你呐会当甲斗三工上介好，还是讲你呐感觉讲你呐拄我知影啥物人经济较好吼安尼？迄阵我就想，唔通啊啦，这已经是过第二手啊，你咧对无？人当事人都唔敢甲咱讲，人家己朋友讲，哎，朋友佫甲我讲，我将我佫甲别人讲，你是啥？你是不是你要规个教会写旧报好无？哦，我想想讲啊，唔通啦，唔通啦。所以我祈祷是讲，好啦。我就开始想啦，我若正经这个两万三万出去吼，伊是为了生意要害我啦吼，因为伊是讲借，伊是讲要借，要甲我借，啊万不利啦，伊若正经吼，无法度害我啦，啊我会倒霉啦，我就真正我问这个问题啊，哦，啊我的结论就是讲，未倒啦，啊是可能会较艰苦啊未倒安尼啦，哦，所以迄阵我想想咧讲啊好啦。所以敢要参详一下吼，我们足支持讲啊，这哦，以前咱咧需要，咱嘛甲咱帮忙，即摆人有需要，咱嘛甲咱帮忙，袂死啦，啊，毋是甲你借两三百万啊，啊，毋借二三十万啊，吼，无紧啊，无紧啊，吼，有就有啦，有等下有等下无等下拢无差啦，无差啦，哎，所以落尾呢，怎啊，这个钱我就怎啊退出去，好，啊，咱即摆退出去哦，拢袂想要叫伊害，因为圣经有咧教，好，圣经有咧教。人是真正有需要，人若真正有需要的时候，你这笔钱你摕出去，你就卖搁底下在想啊，哦，啊绝对袂当，你都人迄都明明是经济都无，你都卖搁共讨，哦，对于讲你若另眼看到在台面路里啊咧走来走去，你可能甲提醒一下，哦，你讲迄阵吼啊，某某人，哦，迄阵你的经济困难，唔知过去啊未？伊讲哈，什么经济困难？都有啊，有无？哦，三十年前，唔、无啦，无三十年前啦吼。三个月前吼，都有一摆迄阵，你都无啥方便安尼，啊，唔知迄阵安怎安怎，
你听好无？较暗时一日就好啦。吼、哦，即摆经济又较好啦吼、哦。我想讲，因为我感觉你若有方便的时阵啦吼，如果你若有方便啦，吼，如果你若有方便，啊，都讲嘿，啊，就是讲，可能我这个钱嘛，当别人买当，吼、哦，小可帮助到有需要的人，啊，人都听有啊啦，人都听有啊。哦，所以咱讲借唔免还，并唔是讲你借人的钱拢总袂当脱，唔是迄个意思。你也自己人看情形，你也判断。哦，反正就是讲，莫因为钱的代志伤感情，咱莫硬讲脱，啊，咱嘛莫打肿脸充胖子，都无啊硬死唬人，啊，等甲笑人了，家己伫遐心头咧足艰苦，伫生闷气，讲上帝你无意思，啊，我才有贴心笑人，啊，你也拢。你啊害我这个钱拢提袂转来，安尼，安尼无意思啊！啊，你这就是完全违背耶稣的意思去啊！吼，望这个钱吼，大家也听个斟酌。啊，若万不理你俩，听了佫无斟酌，你讲我客厝到十，我去无你写批来，吼、哦，你写批来，老三一定甲你回批，一定甲你尽我能力甲你解答。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无讲未爽快吼，哦，咱咧看电影，想爱看啥呢？想爱看这警匪追逐，对吧？警察抓小偷吼，迄、哦、警察车吼，你俩吼，你电影啦，看到这个就好看吼。哎、欸，现场你有种经验？你敢捌曾经伫国外，人个外国警察咧甲你约过？唔捌吼咧？今日老三邀请这位贵宾，随讲互你听，先自我介绍。啊，我是高雄中营高铁站头前生态园区边仔个。喜乐教会，我姓罗，来罗牧师啦吼，哎、欸，你阵还未做牧师，那有这种发生这种见笑代志哈？你先我讲一下，什么情形啊？我还未做牧师以前，我是做生意，啊哦，啊台湾做到对美国去，对啊，啊美国去做生意，啊得经营，啊得塞车佚佗，这边暗时吼，都爱去洛杉矶啦，啊哈，啊人讲洛杉矶好莱坞吼，对啊，同有名，对，俺得暗时经营得塞。塞到遐吼，那高级区呢？迄路下卡写一个20米呢？哦，俺、啊、就讲台湾塞车的习惯，规个路拢无人，无车无人，开足紧啊！哦，后壁都闪黄灯，唔知对对出来，就出来啦，像个模型啊，那都出来，啊，就老炸来。哦，啊，英文也未通啦。哎呦，啊，拄着美国警察用笔的啦。嗯。哎，就讲讲我一大堆，讲你是要罚钱，还是要上交通法庭？哦，这严重。我讲，我看到无钱，无啊，啊无钱，安尼你交通法庭。结果真正去交通法庭哦。对啊，去交通法庭。所以你等我你算哦。嘿。哦，啊那交通法庭是你爱管意思哦。无，爱个有爱开庭，啊看你是安怎，你会当工作侪原因吼，啊我讲我都打来，啊你唔知影这个法规。哦。啊，这二十，我想啊，我车拉袂，我嘛，我就感觉作慢啊。要美国车大只，一只像牛车很大只，啊，呼嘞，才四五十米啊。哦，啊，像阮台湾都无用规矩，半暝要靠警察。对，嗯、啊，你这个讲哦。啊，我讲，啊讲，你讲恁这我听无，反正你要照军路写20米就20米，好啊啦。啊，你要罚钱，还是要上课？我上课我都袂当做生意啊！哈！我讲我无罚钱啊，好。较虽然嘛是够罚钱哦。哎、欸，啊罚钱安尼罚法咧吼，一米加5块啊，加10米就加50块美金，20年前。哦，20年前哦。害我一礼拜饭顿钱拢无去。哇！所以你有想讲，因美国人遐足，因对种物件足守规矩啊。足守规矩，这我知影讲。嗯台湾南美国差足侪，而且因拢三更半暝警察车密伫暗的所在，互你看到、嗯嗯，啊，无写无红车灯的，伊单个你的路写20，你就驶20迈啦，好公里32公里啦。哦，写在涂骹啦，吼、嗯，啊，你实在讲啊，30几公里伫咱台湾那时候无在条驶啦，你30几公里驶到足艰苦的。啊，因在保护遐好野人。比佛利山拢是超级电影明星啦、啊！哦，哎呀，你枪啦探无啊，故在你撞。所以你是无代无是讲西人去比佛利山撞迄个哦。啊，也是公开，但是你爱做规矩啊，未使开远灯，未使按喇叭，未使超速，反正因的好野人区。哎，咁厝你啊，咁正作水啊？哦，真正有够水的对。啊，真正足大豪宅。哦，
头前饲水个草埔游泳池，后壁搁有迄落马尾丘个，搁有在饲马哦。搁饲马，迄拢互你看到，伊无围起来哦。拢咧用咧作势，迄落围墙啊作势安尼。拢足好看，不是像咱种安尼吼，用梯啊安尼门前森林，你敢若加安尼？系哦。嘿，你讲的这已经二十年前了呢。嗯，真久啊，嘿。哦。比佛利山。是、嗯，所以让你感觉开一个眼界就对了。对啦。哦，看到人讲人用面上面啊，看到人这个生活，诶，这个品质，你讲不是干那有钱尔，伊种生活，迄种的讲用这个种草种花、嗯，啊，所以贵的迄、那个。大一种感觉，啊，搁再看到人迄种守规矩，所以你美国这段时间，尤其咧赛车是看因咧赛车这种规矩，互你也足深的感受吼。足规矩，真正在遵守。一个国家的发展吼，迄、那个法律吼，是对你的日常生活开始的。是，好啦，安尼咱日后朋友你若有机会去记啦吼，咱若甲你写二十，你莫写到三十吼，我若无像咱来老头家安尼啊，感官安尼去上法庭吼，你就废去啊吼。好啦，其实还有足侪趣味的代志，吼，咱以后再继续请咱这个罗老板来跟咱分享一下，吼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